你想复仇，小弟弟。 欢迎来到养生堂，这里是收容身心受伤之人的地方。我们欢迎所有人，而他们只需要带着一颗谦卑与平和的心就好。
好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你最终的试炼就此开始。为寻求正道，你必须学会真正的放手，只有那时才能拨云见日，觉醒再召唤。我们一起训练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至少我曾是这么认为的。然而在我最黑暗的日子里，你父亲暴露了他的真面目。他从不关心我们，他把我赶了出去，他抛弃了我。告诉我，为救深爱之人于水火，换作你会怎么做？难道你不会跨越红线？难道你不想逆天改命？难道你不敢挑战死亡？你想复仇，想弟弟，